第十六题，我哋要佢画一个三公斤嘅石头，以10 m/s 负二次方嘅加速度下坠，求作用于石头嘅静力。要求佢嘅静力，我哋首先画出呢个石头下坠时嘅隔离体部。佢只有一个力作用于佢，就系佢嘅重量。重量就系佢嘅静力啦。W 等于 mg， 好，佢嘅质量系三公斤，而 g 系十，所以咧佢呢个静力系向下30 newton。